好，开了。所以刚刚是没开的。对。哎、欸。辛苦这样子。看到背影而已。哦，这样就可以。那这种八种不同的位置，这个裙式的，还有长裤型的、短裤型的，还有那个整个上半身的，还有手臂，两只手臂，和头部的。那就这个地方拉紧。对，拉紧就是头部。它是，就等于有点感觉是夹紧臀部的那个对对对那个状态。整个让你的压缩肌肉绷紧，就放在很松的。就是对你不知道怎么样做，啊，我现在试着我自己做。我自己做的时候。是这样子，当我们的肌肉加压的时候，血液就会往外流。但是呢，一放松的时候，新鲜血液又来了，跟运动原理一样。虽然你只做多少，做第一个。第一格是什么意思？它一共有十格压力啊，不同的压力。现在是第一阶段，第一个。可以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增强一点嘛。你帮我改到。1.5好吗？好。啊，1.5啊。1.5可以。可是1.5要很久才到10。没关系，你等一下，先1.5啊，就做一次，就增加半格。三分一的好，都越来越小。3.5。所以现在3.5。
我是觉得因为我瘦，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胖的人，压力有可能，他可能感受会不一样。现在是，因为我基本上不胖。可以想象到一个稍微胖一点的人，他可能会哎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小孩子成长痛是什么原因啊？成长痛哈，就是要生长板，生长板，我们脚。那个胫骨的最后底下那个伸展板，是伸展板呢，那个骨分裂太快。可是它没有长很高哎，就是身高没什么变化，都长很慢。长很慢，那就要给他一点那个中药，或者做高做衣服要屈伸，这样要变鼓了哈。这个屁股还可以。有一种中药，一种登骨，登骨药啊。果然，登果然，还不能吃吧？五岁而已。五岁不行啊。可是他从两岁就开始会痛。膝盖痛吗？不一定，就是有时候是脚底板、脚趾头，然后膝盖也会痛。然后去看西医，西医就说都是成长痛，然后就说他真的很痛。要开止痛药给他吃，这样这么严重啊？对，所以就只能靠止痛药。然后我又买那个鱼油，因为鱼油可以消除发炎反应，可是他吃了就吐了，他觉得鱼油非常恶心。然后中药他也没办法吃，他觉得那都很恶心，他就不吃这样。你的小朋友？对，小朋友。然后吃钙有稍微改善，刚开始吃钙有效，后来就没有，大概一年后就没有效，就是还是要吃，但他还是会痛。钙要加，还要加上镁。有那个都有加镁。你是哪一家的？我吃有柠檬酸钙。柠檬酸钙，来，再来六啊哈。好。因为他又很挑，他不是所有东西他都愿意吃。之前他还买那个发泡锭，可是发泡锭是碳酸钙，然后现在改用柠檬酸钙，然后他吃有比较好，但是还是会痛，而且他长得超慢的，就是那个成长曲线有才3%还是5%。六，你加再加吗？嗯。那有时候哈，光钙镁它不够，要给它一些那个软骨，就是软骨素。软骨素。对，你胶质，还有那二型胶原蛋白。直接给它胶原蛋白粉可以。我胶原蛋白很二型的才有效。二型。二型啊。哎，一型是二型，一型是皮肤的。二型才是软骨。它配合软骨。要到七吗？没问题。没问题啊。我那个钙里面也有胶原蛋白，它是就是你讲的钙镁，对，然后胶原蛋白都有。二型软骨素，对。你的药房买的？我在健安喜买的。啊？健安喜。什么？专门卖营养品的地方。哦。7.5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也是很厉害的哦。上班吗？为什么不上？
为什么我厉害？因为他的时间很短，十秒，一下就。因为你看他现在开始加压，啊，加压，加压，加压。真正才花两年三年而已。对对对，加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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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好，现在到顶点了，顶点了以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很短的时间了，他就松掉了。好。所以他，你觉得就算不舒服，就是那几秒而已。还可以忍耐。对。所以不是那么想象，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一秒钟，然后就几秒钟就不行了。你看他现在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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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看。好，9.5。对。九了。所以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，因为它的时间太短。可以呀，好。对，你看现在上来上，现在一直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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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现在上来，好，上到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看就是五秒。哦，9.5了。而且我们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渐进式，渐渐的上来，所以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你看就一直上来了。那用长裤的话就不一样，连膝盖都温暖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对。这样做一回一合要多少时间？15分钟。不行。因为我妈妈11点要从这里出发。喂，顶点十。因为我把妈妈坐下来就要时间。当你最勤俭的时候，你就数一二三四五，他的注意力就会被那个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到这里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两分半。两分半，那我们就把它做完吧。我相信我妈妈是没办法。我妈妈。就是从一做，然后做到他觉得没有什么的时候才往上升，因为他们年纪大的忍受力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嗨啊。那我们知道在做什么事情啊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搞不清楚，就想到他本能上会反应。那我们是有意识的，我们知道这个在干什么。它跟一般的受苦不一样，你受苦不知道要受苦多久啊？对。对不对？你就会觉得说，啊，多等多一秒两秒你都受不了了。可是你就完全了解，老师你感冒吗？不是。哦。现在过敏人好多。因为你如果是在一种被虐待的情况，你不知道那个虐待的情况，那个痛苦的时候什么时候要结束，会结束，所以你每一秒钟都是煎熬，然后你就一直你知道他等一下又要对你那个，所以处在那种环境你没有办法放松的。而对我来讲这个是不舒服，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无聊吗？也安乐呢，所以你心理上并没有受苦。不过你有预期的准备。你没有受苦的感觉，因为你知道，等一下他就松开了。
就好像绑腿一样。好，你再来。啊，就好像绑腿一样，很多人没打绑两下子，他就哎没事没事，哎受不了受不了，哎就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健康法的一个，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你健康，他没有预期这样的意识。已经过来了，因为没有时间了，不然就做比较更刺激一点，整只脚。好，领盖，领盖，好，可以帮我那个录影机关起来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妈妈要回家。